我再一次睁眼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触目所及是蛛网斜挂的天花板，是沾染尘埃的小木桌，是燃烧殆尽的蜡烛头，是灵性十足的黑色剑气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和原来病房的陈设截然不同。歪着头回忆了一下，依稀记得自己乐观的和病魔征战了三年之后，终于直挺挺倒下了。然而此刻看着周围陌生中又有些熟悉的场景，将自己从头到脚捏了个遍，也没发现有啥痛苦的地方。老天开眼，无痛穿越。 我读取着脑海中的记忆，原主教徐小兽，资质一般，入灵宫三年，十境炼灵才修炼到三境。为了应付风云争霸，必死关一个月决议突破，不成功变成人，然后成人了。这么弱鸡的属性，想要出人头地，除非开挂。下一秒，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黑色转盘，黑色转盘十分简陋，像是那种地摊货，一看就不是很珍贵的样子。严重怀疑这个黑科技是不是在敷衍了事。有趣的是，金色区域占了接近 90%。 而红色区域则只有区区一角，金色区域上写着主动系统，红色区域上写着被动系统，主动技能自然是比被动技能好的，毕竟单靠被动技能，如何能够击杀敌人？良心转盘啊，不多见，不多见。可是这玩意也没个使用说明，难不成是要用手操作？尝试了下，轻波动指针，转盘一晃，似乎有了动起来的趋势，剑刺我加了把劲，结果指针直接被我扳歪了，这质量也太垃圾了吧！系统这是玩我吧？ 该不会这转盘并非波动指针，而是要转底盘？拨弄了一下底盘，果然，它很是顺滑的咕噜咕噜转了起来，一点都不缺润滑油的迹象。看着指针跟部落在了主动机上，我也是心情愉悦，东一声提示获得被动技能。既然这个系统这么坑爹，那我就给你把指针扳回去。系统提示被动系统启动加载中，我也是欲哭无泪。然而此刻也只能顺其自然，接受现实了。板块内是熟悉的寒酸以及熟悉的简陋，呼吸之法。我瞬间跌下床。 本来已经足够苍白的脸色忽然红润了起来，这是气血逆涌，气急败坏，气愤填膺，神特么呼吸之法，这还用你教我？一个婴儿都会呼吸好不好？呼吸后，一股玄妙自气还涌生，仿若鱼龟大海堪破树，无形波动在空气中泛开涟漪，突破了，必死关一个月都无法堪破的瓶颈，自己因为气急败坏，多呼吸了几口就突破了，这难道就是被动修炼神技？金平果然在那一城之中。 我一挥袖袍，撩动额前长发，一脸神采飞扬。我站着不动，就能无敌。夏日的夜晚总是伴随有蝉鸣和蚊声，他忽然感觉到小臂一痒，下意识的拍了过去。该死的蚊子！下一秒，忽然愣住，脸上露出哭笑不得之色。系统提示受到攻击，被动值加一，呼吸之法，后天 LV 1原来还能升级。既然有后天，那就一定有更厉害的先天技能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攻击才能升级。 随后我就被屋外的嘈杂声给吸引了出去。一炷香之前，我屋外来了不少弟子，都是听闻我闭关没成功去世了。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七八个同门弟子都想过来抢夺我的遗产，有的人还连续蹲了好几天底，有的人想要我的宝剑，有的人想要我的宅院，有的人还想要我的修炼资源。由于人太多，资源有限，也是互不相让，还没有见到宝物就打算直接动手。谁知这石门被推开，一道高瘦的身影倒提着一把黑剑，睡眼惺忪的一探头。诸位，这么早围在我徐某人门口作甚？ 我可不卖早餐，徐小兽，你没死，真的是本人，不是他人假扮的，你不是必死关，生死道消了吗？什么情况？突破四境了。咚，系统提示，受到怀疑，被动值加12，真是天助我也。看来这一世我终于受到上天眷顾了，不知道会活出怎样的人生呢？我从屋内出来后，收到大家的怀疑，系统产生了被动值，看着他们只有三四境，最高的要不过五境，而且我还有九品灵剑，根本不用虚。 既然如此，我也是爆发出四境的气势，收尸体收到我徐小兽的头上来了。可惜我成功破境，让你们白跑一趟了。你们打哪来的滚哪去，告诉你们老大，想要我的灵剑自己过来拿。他们见此情况，也只有客气的告辞。有的人还在不能白来，但是考虑到人多，而且我还晋级了，只能就此作罢。不过确实不能让你们白来。你们只知道我突破的四境，其实我已经五境了。什么？在他们怀疑时，我又获得了17点被动值，不止五境，比人已经堪破六境。 其实七境我也突破了，八境对我来说也是洒洒水。在我一系列表演下，他们已经从怀疑开始转向愤怒。在刷到不少被动之后，他们也是彻底被惹火了。见此，我也只能开溜，同时吐槽他们一点都玩不起。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你们就动手，一点也不讲武德。在我逃过一劫后，系统提示受到表扬，被动值加一。此时屋顶上有双小巧娇羞的小脚踩，小硕哥哥真是太可爱了。看着镜子里的宿主，我也是深受感触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，既然现在有了第二次机会，我绝不会亏待这具身体。 此时突然系统提示，商城模块解锁。我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一个被动礼盒，只需要10点被动值。现在才知道被动值原来是用来购买东西的。随即我就购买了被动礼盒。
系统提示，我获得10技能点，3个被动钥匙。购买后，商城又出现2个商品，技能点1000被动值，被动钥匙1000被动值。我居然用10点被动值购买了价值10000多的东西，现在开局已经可以横着走了。我还在高兴时，系统又提示解锁新转盘，请配合被动钥匙使用，又是坑爹转盘，这都看不清楚奖品，完全就是抽盲盒了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希望能抽个瞬间变强的技能，结果第一个就抽到了谢谢惠顾，这系统也太垃圾了，居然还能抽空。随后又用钥匙再抽了一次谢谢惠顾，见此情况我已经无欲无求了，无奈的再抽了一次，叮，获得延伸被动技强壮。这系统不会是坑爹吧，要反向祈祷才有用吗？强壮是一个炼体技能，由于等级低，现在效果并不明显。随后我先将强壮升到5级，感受到身体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，见此继续将强化提升到8级，现在身体已经明显8块腹肌。就让我来试试强壮后天8级的效果，一拳轰下，100岁拳风四起，已经堪比练灵八境的实力。既然如此，我直接梭哈，强壮技能直接升到了先天一级，后天变先天已经发生了质变。点赞关注范玉看漫，下集报名风云争霸。在我将被动强壮技能提升到先天后，身体正在发生本质的变化，体内大量的杂质通过热气和汗水排出体外，浑身仿佛脱胎换骨般舒坦，这就是先天之躯的感受吗？就让我来试试先天威力有多强。伴随着一声轰隆巨响，地上扬起上千米高的灰尘，灰尘散去后留下的是满地裂纹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风云争霸是十拿九稳了。风云争霸是每年的宗门考核，三次不合格就会被逐出师门，原主已经有2年不合格了，这一次我徐小兽一定让他们刮目相看。第二天，天桑林宫外院，我又一次的来到了这里，这里是报名风云争霸的地方，现在已经有很多师兄弟在排队了，可是旁边却有一个窗口，一个人报名也没有。没想到是嘴欠的乔长老，张口就说道，这不是徐小兽吗？怎么还没死呢？你这是来弃权的吗？我是来拿风云榜的，就你还想上风云榜？在嘲讽的同时，丁，收到嘲讽，被动值加一，嘲讽也行。乔长老，我可是认真的，我必死关突破，已经实力大增了，如今已是先天境界了，就你还先天？你看看你这个一本正经的表情，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我不行了，太逗了。受到表扬，被动值加一，神他妈表扬，这明明是讥讽呀，这系统有毒吧。乔长老的笑声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纷纷都在讨论我到底到达了多少境，现在又听到我已经到先天，大家都一脸嫌弃的表情，同时系统也不停的提示被动值增加。乔老头这波笑声给我引来了这么多被动值，这波真是赚大了。对了，我是来报名风云争霸的。那现在登记你是炼灵四境还是先天啊？是四境。小子，这是你之前的灵晶，我私人再赞助你一瓶丹药。这两年要不是乔长老的照顾，我早就被扫地出门了，这份恩情以后一定好好报答。报完名后我也跟乔长老告辞了，我刚离开就收到系统提示，受到担忧，受到欺骗，这糟老头子坏得很，又在预谋什么坏事。点赞关注范玉看漫，下集呼吸升级法。报名风云争霸后，我又回到了自己院子，看着百多点的被动值，再看看上千的商城物品，这是啥也买不起啊。难道我要到人群堆去大肆作怪吗？算了算了，还是看看乔长老给的灵晶吧。可是这灵晶要怎么用呢？这东西能吃吗？这感觉好像灵魂受到圣女的抚摸，舒畅与升华自脚底而起，直透天灵盖，这修炼也太爽了吧。系统给的呼吸法真可怕，直接完美吸收，没有半点浪费，普通灵晶都这么舒爽了，炼灵丹岂不是直接升天？我还能修炼，炼灵丹我来了。三天后，风云争霸的出云峰，由天桑灵宫法阁大长老担任总裁判。本次参赛1782人，初赛为18个小组，每组前10晋级下一场。比赛期间刀剑无眼，希望你们不要为了晋级而送了小命。午时已到，风云争霸赛正式开始。随后裁判还是招呼大家上擂台，根据号码不一样，所属擂台也不一样，其中也有不少的熟人在同一个擂台，但是与强者在一个擂台的就惨了，这意味着多半与晋级无缘了。陆续点名后就叫到了我，没见到我，大家也在议论我是不是临阵脱逃了。随后裁判又再次喊到我的名字，见我还没上场，裁判长也说道，超过时间还没来，按弃权处理。而在观望台上，两位内院弟子饶莺莺也是给苏浅浅打趣道，是忘记叫你的小哥哥起床了吗？饶姐姐好讨厌，小兽哥哥肯定是有事耽搁，肯定会来的，就因为你在外院的时候徐小兽帮助你，你就对他一往情深了吗？现在你们一个天一个地，要不姐姐帮你找个更好的。饶姐姐好讨厌。伴随着裁判的喊声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能否赶上风云争霸呢？关注范玉看漫，下集看我虐遍师兄弟。为了能顺利在风云争霸夺冠，比赛得前一晚，我也是临时抱佛脚，将乔长老给的灵晶和灵丹给碾碎，使用呼吸法快速升级，这呼吸法是真得让人上瘾。直到第二天风云争霸，我还没缓过神来，境界提升了，但是经脉气血还没跟得上。就在我去赛场的路上，一个老爷过来跟我打招呼，小伙子，不去参加风云争霸吗？年轻人不能过火呀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要不是昨晚把境界提升到了5境，今天也不会身体遭不住。老爷爷，我现在要赶忙去参加风云争霸，就不与你闲聊了，
告辞。当我到场后，刚好听见在叫我的名字。苏浅浅看到我后，也给饶姐姐介绍：“苏妹妹，你昨晚是对她做了什么吗？”你看她，两股战战手托后腰，面颊凹陷，两眼泛白，想来便是一夜风流，纵欲过度了。苏妹妹三天前那晚，你不是偷偷去见她了？是不是把她给办了？饶姐姐只会消遣妹妹。而我也是回应道：“可以上台比试。”随即裁判宣布比赛开始，伴随着比赛开始，大家也是互相混战，大多数比较弱的选手先败下阵来。看着一个一个被击败的选手，我也是心痛不已，这可是我的被动者。你们给我住手，你们这样打我是真看不下去。诸位欺负弱小不算本事，有能耐就冲我来，今日我将以一敌百。看着我哆嗦的身板，大家也是嘲讽了过来，同时我也收到不少被动值，这还得加点料啊。如果有人能打败我，这把九品零剑我就送给他，现在交给裁判来作证。有了彩头，大家都动起了心思，想着九品零剑，大家也是疯狂的向我冲来。关注范玉看漫，下集看我以一敌。在我九品零剑的诱惑下，大家都向我袭来，有人以为我是成全别人，有人则为我担心，还有的人看我想耍什么花招。看着攻过来的是刀剑，这要是砍坏衣服了，我还怎么耍帅？随即看到这一幕，不少人也是停下了脚步。那两个家伙可是有六七境，居然被一巴掌解决，看我如此威猛，苏浅浅也是给我加油打气。看着他们止步不前，我也是挑衅道：只要你们赤手空拳，我绝不还手，就让我来看看你要耍什么花招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接我一招百步兽王拳，一袭百拳，这真是耍分神技啊，真是太爽了，不知打了几百拳，其他人都已经看我淹没在了烟雾里。我也是享受着师兄的祝福，我已经打了四轮了，他居然还没有倒下，甚至一步都没有移动。秋薇，你是不是没吃饭啊？这是你自找的。其他人看见秋薇使用燃血术也是一脸惊讶，虽然可以短时间提升强大的力量，但这是燃烧自身精血啊。随着燃血术的加持，秋薇也是向我猛攻而来，这一幕苏浅浅也是不敢去看。一阵狂暴输出后，只剩下一层烟雾，秋薇其中若隐若现的站着，可是下一秒就倒在了我的手上。刷分机辛苦了，你可以休息了。大家看到这一幕也是震惊不已，徐哥哥没事，好小子，他这是什么功法？我也是看着秋薇的身体喊道。还有谁关注范玉看漫，下集更精彩。